不论你站在哪一个角落，你都会觉得这套房子与众不同。精美的装饰细节，暧昧的灯光氛围，楼下就是泰晤士河水涓涓细流。这套房子它不只懂浪漫，还更懂你。今天我们来到伦敦切尔西看这套四房四卫公寓。公寓所在的红砖楼是伦敦三座历史发电站中最古老的一座，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为了199套12号住宅。房子一共 180.4 平米，附赠阳台 16.5 平米，南北通透。卧和客厅全朝南，三间次卧朝北，从客厅望出去便可以看见泰晤士河美景。设计团队展现了他们极佳的创意天赋，客厅圆形的 Morosso 沙发散发着精致的气息，每间家具都从时尚美学中汲取充分灵感，将历史与现代和谐地融合在一起，致敬了这座古老的红砖遗产。室内大面积采用几何图案、陶瓷艺术品，鼠尾草绿和卡其绿中性色调的打造，营造出宜居并舒缓的生活场景。16.5 平米的大露台将河畔美景引入室内，转过身来你便可以享受到无死角的英式精致夹杂着法式浪漫。轻奢的风格质感体现在细节之处，屋内的照明各具特色，每一次的灯光变化都让人不禁遐想连篇。每每入夜，墙上变换的光影效果才最迷人。主卧面积18平米，带有套内洗手间，淋浴房加浴缸干湿分离，南向直通大阳台，也同样拥抱宁静的河景。柔软而曲线优美的主卧床仿佛起伏的波浪，捕捉了窗外河流的平静气息。舒适的月度角为主卧打造了一片恬静空间。穿过另一个玄关，来到三间客卧，其中一间被打造成为了书房。卫生间复古风的水龙头，这个我喜欢，水往下流，人力争上游。刚刚下了一场大雨，冲刷了整个城市，雨水的不经意会带来更强的生命力。丽萨看房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